尊敬嘅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我哋今日继续嚟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请睇《地狱名号品》。我哋咧将今日要讲嘅经文先读一下。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普贤答言：吾以久知三恶道报，望仁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使令归佛。呢一段是地藏菩萨对普贤菩萨讲啊。地藏菩萨应普贤菩萨的请闻，为大众讲咗好多啊，地狱个名号。下边咧又将要讲啊，地狱啊罪报之事。咁地藏菩萨话：我今成佛威力，地藏菩萨啊系等觉菩萨。佢系无量劫来啊，早已成就咗如来嘅果德啦。啊，佢同如来无二无别嘅。啊，连诸佛啊，都系地藏菩萨嘅学生嚟嘅。啊，佢唔需要成佛威力啊，都能够讲地狱嘅罪报之事啊！啊，但系呢度地藏菩萨表现得非常之谦虚啊，佢话承蒙啊佛力嘅加持啊，使到我有呢种能力啊，可以讲地狱罪报嘅事情。你睇下呢一种谦敬啊，谦卑态度，值得我哋啊好好学习。佢话唯愿仁者啊暂听是啊，呢、这个讲嘅话，你睇下几礼礼敬啊，希望仁者。就是对普贤菩萨的称呼。普贤菩萨和地藏菩萨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等觉菩萨。但是地藏菩萨这里呢表现出非常之谦敬。他说希望仁者你啊能够有这个慈悲心听我同你报告。暂听是时间啦不需要占用你好多。咁普贤菩萨呢就回答话吾以久知三恶道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普贤菩萨点解要问呢？佢唔系话唔知先问，佢系明知故问啊！佢已经久知啊三恶道报啊，知道呢个地狱嘅罪报之事啊好耐啦，了如指掌啊！喺呢度仲要问，系咩呢？代我哋问啊！
问地藏菩萨问得好啱啊，因为地藏菩萨是幽冥的教主，是地狱的教主啊，所以应该由地藏菩萨来讲这个地狱罪报之事啊。望人者说啊，希望呢啊，仁者是对地藏菩萨啊尊称啊，希望你啊咁样讲出来呢啊，把地狱呢啲罪报嘅情形话俾大家听啊，使到后世嘅末法众生啊，喺末法时期啊，就是我哋依家在嘅时期，一切恶行众生啊，众生做恶啊，唔知道做恶嘅报应啊，啊，所以佢如果能够知道呢啲报应，就能够回头啊，佢能够生畏惧心啊，啊，所以啊，令佢哋能够闻人者说啊，听见你咁样讲啊，佢就能够啊回头啊，使令归佛啊，呢、这个归就是归依啊，归依佛法啊，啊咩叫归呢？归就是回头啊，依就是依靠，从恶业当中回头啊，依靠佛嘅教诲。咁样先能够啊离开恶道啊！啊，所谓回头是岸啊，呢、这个一定要靠佛陀教育啊，先能够使佢觉悟。咁、啊、下边咧啊，我哋睇地藏菩萨啊，同我哋嘅讲述啊，讲出十四种啊地狱嘅罪报嘅情形啊！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或有地狱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获汤圣肺，煮罪人身；或有地狱赤烧铜柱，使罪人抱；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合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纯非疾离；或有地狱多盏火枪；或有地狱围藏围状空背空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绞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进加铁罗。咁呢一段啊，地藏白言啊，系地藏菩萨为我哋啊略说咗十四种啊地狱啊。咁我哋咧一条一条嚟睇，或有地狱啊，取罪人舌，屎牛根治。这个地狱呢啊，就所谓的拔舌地狱啊，又叫做根舌地狱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啊，这个地狱里面的罪人啊，被啲夜叉啊，那些肉足啊，把个舌头啊，啊那条脷啊，钳出来啊，然后啊，攞牛、铁牛或者系铁犁嚟耕啊，
耕都烂晒，好痛苦。造作呢啲罪业嘅业因啊，系咩嘢咧？就系、是、口业过失啊！过去生中啊，犯呢啲妄语啊、恶人啊、啊两舌讲是非啊、啊讲呢一家长嗰家短啊、啊批评人哋啊、啊恶口啊、粗言烂语啊、啊闹人啊。啊，耳语啊，就系、是、花言巧语啊，啊欺骗众生啊，做呢啲罪业啊，呢、这个口业，其中最严重嘅一条，毁谤三宝啊，啊话呢个佛法系迷信啊，啊毁谤佛啊，毁谤经典。毁谤出家人，死后堕堕呢个啊八舌地狱啊，啊非常之苦啊，喺里边啊一日一夜啊万死万生啊，啊死生都唔知几多次，啊痛死咗之后又生翻，生翻之后继续受罪。特别嗰啲毁谤嘅罪业啊，睇你毁谤嘅影响力有几大啊！如果你嘅影响力好大、好广，时间好长久，咁你喺地狱里边受嘅苦就重啊，时间就长。下面一条，或有地狱取罪人心物，夜叉食之。夜叉就是地狱里面的恶鬼，把个罪人破腹开膛取罪人的心来食，这种罪业的业因是过去偷渡，尤其是偷渡自己父母师长嘅一啲嘢，因为呢种因缘堕呢个地狱啊。下边系或有地狱镬汤圣肺煮罪人心啊，呢啲系咩咧？攞个大煲啊，那个镬就系一个大煲大镬啊。下面有脚嘅，好似古代嗰种鼎，鼎一般有三个脚或者系四个脚，然后下面咧点火，锅里边啲滚水煮到滚晒，个罪人就掟咗入去啊，喺里边煮，好似煮菜咁样，煮肉咁样，咩人会堕呢啲地狱呢？我哋谂都谂到咯，杀生嘅人，过去煮众生嘅肉，依家自己被种，被呢个煮，尤其是系为咗食肉，要焚烧山林啊，杀害好多个众生，仲有系毁坏佛嘅戒律。或者是在这里祭奠的时候用这个众生肉来去祭奠。这里值得提一提，祭祖我们祭祖先同埋甚至是祭奠鬼神都应该用素食。不应该用众生的肉。所以用呢啲血肉嚟祭奠，将来亦都会堕呢啲地狱啊！下边系或有地狱赤烧铜柱，使罪人破
啊，那个大铜柱啊，烧到红晒啊，冒紧火，个罪人呢，要抱上去。呢啲系过去犯邪淫嘅过失啦，啊罪过啊。前面有讲到抱处地狱啊，惩罚呢啲啊邪淫嘅人。或有地狱啊，使诸火烧趁及罪人啊，就有呢啲地狱咧，一片火海啊，啲罪人啊喺里边啊，俾火烧，无处逃生啊，非常之痛苦啊，一路俾烧死为止啊。下边一个系或有地狱啊，一向寒冰啊，前面系火烧咧，依家咧系寒冰啊，前面系热嘅，呢度系冻嘅，冻得好凄凉啊！喺呢个地狱里边啊，啲罪人啊，受呢啲寒冰嘅啊侵袭，寒风啊。吹得好猛，啊！啲肉啊，冻到裂晒，啊！嗰啲寒风啊，一路钻入嚟，啊！破开人嘅皮肤，破开人嘅肌肉，啊！甚至百筋都冻断晒，一路入到鬼骨嗰个人嘅骨髓里边，啊！如果寒风入到骨髓里边咧，个人就要死啦。啊！死而复生啊，继续受罪啊！呢啲都系造作不善业啊，得嚟嘅果报啊！下边或有地狱无限粪尿啊！呢个地狱系咩咧？全部一片啊，大粪池啊，而且嗰个粪池系滚嘅。啊！沸腾嘅热粪池啊！罪人呢，被掟到呢里边去啊！真系食屎啊！啊，非常之可怕。呢个系咩呢？过去因为破斋啊，好似修行人要受持呢个八关斋戒啊，但系受持咗八关斋戒啦。又破斋啊！八关斋戒里边啊，讲话过中不食啊，过咗中午12点钟唔可以食饭，唔可以食任何嘢。但系咧破咗呢条，咁就有罪啊！呢个系指受咗斋戒嘅人啊，既然要受，一定要坚持啊，因为你就冇受。如果你受咗之后再破，啊，咁就会堕呢个粪尿地狱。下边系啊，或有地狱啊，唇非蒺藜呢、这个蒺藜就系古代嘅杀人嗰种啊兵器，嗰种暗器啊，好似啲小刀啊。啊，小嘅嗰啲匕首啊、头枪啊、暗器杀人啊，咁依家咧系等于子弹啊，用嗰啲手枪啊，过去咧用呢啲暗器啊杀害众生啊，好似打猎，打猎咧就系攞呢啲咁嘅蒺藜啊。头枪啊，弓箭啊，依家用子弹啊，打呢啲众生啊，将来都要有受同样嘅报应。下边系或有地狱啊，多盏火枪啊，呢、这个火枪地狱同埋前面讲到嘅通枪地狱啊，相似啊，呢、这个通枪地狱里边。
啊，等于系刀枪啊，啊剑树啊，通通都系插满晒地下。啊，人行到里边去啊，啊受呢啲吉刺嘅痛苦。啊，呢啲系过去啊战争当中杀业所致。咁呢个火枪地狱里边呢啲刺啊，呢啲枪啊，仲出火嘅，啊，插到人身上啊，唔单止刺痛，仲被烧死。啊，或有地狱为葬空背，啊，呢啲系过去生中啊，做嗰啲撞击众生啊，呢啲罪业。啊，好似系虐待动物嘅，啊，把啲众生啊，啊，激死嘅，撞死嘅，将来堕到呢个地狱里边，啊，佢自己身体又系俾人撞击，啊，下边系或有地狱但烧手足。这个就是前面讲的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这个火烧你全身啊，不单止是烧手烧脚。如果你是生前用手做罪业多，那就烧手为主。用脚来做罪业的就烧脚。这个是你的别业不同。所以呢感应的这个地狱的情形啊都不相同。啊，有啲同修啊，听我哋喺度讲地藏经啊，佢就有啲谂唔通啊。佢话地狱咁苦啊，点解佛菩萨仲要啊要我哋落呢个地狱咧？啊，咁嚟惩罚我哋咧？啊，佢呢个搞错咗啊，佛菩萨。大慈大悲，点会使我哋落地狱呢？佢只系帮我哋从地狱里面救出来。这个地狱点嚟嘅？系你自己做作恶业，业力变现出嚟嘅。啊，系自作自受啊！好似人做梦一样。啊，梦境哦，都系啲地狱嘅可怕嘅现象。咁系你咩咧？你自己嘅心里边有呢啲咁嘅恶业，所以做个梦啊就系咁可怕啊！唔系人哋整一个梦俾你做啊！啊，所以地狱唔系佛菩萨做嘅，亦唔系阎罗王做出嚟，通通系自己做作啊，自己去享受啊！啊你冇做呢个罪业嘅，你就睇唔到呢种地狱，你更加唔会受。啊，好似我哋前面讲到一位张太炎先生，啊，佢仲有啲谂唔通话，地狱点解要仲要设嗰个普处地狱？啊，惩罚人啊，惩罚得咁惨，啊，佢同嗰个东岳大帝啊。反映他的意见，希望能够取消这一条罪报。东岳大帝你自己去看看。结果小鬼带他去刑场。到了之后他说 你看这里就是普处地狱。张太炎先生乜都看不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普处地狱不是阎罗王整出来的。是那个罪人自己业力感应出来的这种幻象，而他迷在这个幻象里面受这个痛苦。所以什么事真的要反求诸己，都是自己的问题，跟外界无关。下面一条，或有地狱
盘绞铁蛇。咁喺呢条地狱里边，充满住呢啲毒蛇。啲蛇系铁嘅，铁身嘅蛇，套住火，身上燃烧住火，把罪人条颈嘅全身盘绞起身，受呢种痛苦。下面系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咁呢啲地狱里边有好多火狗，成身都铁嘅呢啲狗，呢啲狗仲可以化身，一条狗可以化现出嚟百亿种不同嘅狗，同时去抢食呢啲罪人嘅心，或有地狱进加铁罗，呢个铁罗地狱呢个青年大师喺呢个注解里边，佢引用佛喺经里边讲嘅一段公案呢个铁罗地狱同前面讲嘅铁雷一样，佢话呢个佛嘅弟子叫做增户比丘，有一次咧去到地狱里边就见到一条雷，个雷就系嗰啲比较细嘅，比马细嘅嗰种动物，呢条雷全身都系火，跟住佛讲俾呢个增户比丘讲。话呢个唔系雷嚟噶，佢系一个人，因为喺过去生中，喺呢个迦叶佛时代，呢个释迦牟尼佛之前嘅一位佛，迦叶佛时代，佢系一位出家人，咁呢位出家人喺分饮食嘅时候，有私心。分俾人哋少一啲，分俾自己嘅就多一啲，因为呢一种私心结果堕落到呢个地狱里边做雷，俾火嚟烧。咁经常讲呢个铁罗地狱咧，大概都系啲罪人骑喺呢个铁罗上面，铁雷上面。被火来烧。所以这里呢地藏菩萨同我们好简略地讲出十四种地狱罪报之事。实际讲这些苦报这些罪报讲不准的。那我们看下面经文。仁者如是等报，各国狱中有八千种热道之器，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若讲说地狱罪报等时，一一狱中更有八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讲解说，穷劫不尽。地藏菩萨在这里跟我们做个总结。他说仁者，这个是称呼啊。普贤菩萨，他是请问地藏菩萨的这位听众，他说如是等报这个是前面讲的地狱罪报，各国狱中有八千种业道之器，每一种地狱里面都有八千种不同的刑具，
这个都是一切众生啊，做了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啊，众生做了啊，三种啊恶业啊，经常讲啊，这个是科主上面讲啊，边三种啊，佢系做了三种不善思维啊，即系个思想啊不善。第一咧。思维五欲，这个是贪欲啊，财色名食睡啊，贪这些。思维嗔害，这个是嗔心。思维欺狂，这个是欺骗众生啊，这些不善思维，通通都是以无明为因，无明就是迷惑颠倒啊。因为迷惑颠倒先会造业，造了业必定有果报，所以感得啊，命中之后堕到这个恶趣里面，受这些刑罚之苦。咁你每一个地狱里面八千种啊业道之气啊，呢啲刑具系咩呢？无非都系铜啊、铁啊、石啊、火啊，呢四种啊，呢四种物质啊，我哋话基本嘅物质元素啊，通通都系咩呢？四种物啊，是众业行感啊，都是由于业力啊所感应出来的啊，不是有人啊做出来的啊，不是阎罗王做出来的啊，这些铜啊、铁啊、石啊，这些都是咩？好坚硬啊，说明那个罪人心肠好坚硬。好冷酷啊！真正慈悲嘅人啊，善心嘅人，心地清净柔软啊，佢就唔会有呢啲咁嘅铜啊、铁啊、石啊呢啲咁嘅物质啦。所以啊，呢个罪呢啲罪报，通通都自心啊恶业所感。而佢个体系空嘅，佢唔系真实嘅。金刚经上面讲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地狱就系有为法啦。佢又系梦幻泡影啊，唔系真实噶。虽然不是真实，但是如果你不觉悟，你就真的有苦的受。这个作恶梦啊。如果在恶梦里面你能够明白，哎呀，我这个是做恶梦，不用怕，你就不会有苦受。你如果在恶梦里面你不觉悟，你不知道自己是作恶梦，那你的时候啊，真正啊很苦。好似我嘅外婆喺过世之前，佢系一个善女人，那个心地好善良，真系贤妻良母啊！咁佢喺临终嘅时候，仲会出现嗰啲恶梦所以经呢本经上面都讲到。人临命终时啊，就算你是善人，都会有一些冤亲债主来同你索债。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啊，经常晚黑作恶梦在梦中惊叫所以我母亲呢
嗰次同佢一齐瞓，即刻就叫醒佢。啊，佢一醒咗之后，啊，松咗啖气，头先做噩梦。啊，佢醒咗之后咧，成个都轻松晒。啊，如果冇醒到，就系头先嗰个喺梦中嘅时候啊，真系惊啊！佢真系痛苦啊！所以地狱里面就是这样的样子。啊，对于不觉悟的凡夫，啊，还有执着、分别、妄想，尤其是执着。你执着梦境是真的，所以你在里面虚受痛苦。啊，如果真正明白了，知道什么呢？这个是相有体无啊，事有理无啊，它本性是空啊，这样你就才能够啊不受啊痛苦。这种人呢，它已经放下执着，跳出了六道轮回了。知道六道轮回就是这个虚幻的梦境。地藏菩萨继续说，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在这个虚幻的梦境当中，地狱的这个境界，这些情形确实，太多太广了。如果真正想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这些罪报的情形要讲清楚呢，加上一一狱中，更有八千种苦楚，何况多狱呢？所以要讲就讲不尽的。我哋知道，虽然系有无量无边嘅呢啲地狱嘅情形，佢哋无非都系我哋一念之间所变现出嚟。而弊就弊在我哋呢一个念头恶念，念念相续，唔肯回头，唔肯终止我哋嘅恶念，所以呢个念啊，变现出来的地狱境界也是相续的现象。我们的受苦也都是相续的。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百千种苦楚都是由我们百千种恶念感应的。更何况这个每一个地狱都是咁百千种苦楚，更何况咁多种地狱呢？所以地藏菩萨话：我今成佛威神，吸人者闻，承蒙佛力嘅威神加持，同埋普贤菩萨嘅提问，我只系略说一下，简单咁介绍啊。如果要详细嘅介绍，若讲解说穷劫不尽，要讲一劫都讲不尽，所以我们才知道地狱原来这么复杂，这么可怕，真正了解地狱的可怕，我们一定要断恶修善。地狱是果报，要从因那里断，把你的恶因断了之后，你才可以避免地狱的果报。所以十善业我们一定要修。不单止要修十善业，还要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
哪怕是你修禅将来得福报，去人天道享福，你未出轮回啊，你福享完了仲会堕返呢个地狱里面啊。所以啊，真正明白咗之后，六道轮回原来是咁样啊，咁苦嘅。我哋啊唔再搞轮回啦。你一生咬紧牙关，短短几十年，一定要啊成就我哋啊往生极乐世界。咁呢度啊，我哋把地狱名号品第五啊介绍圆满啦。下面呢我哋睇第六品，如来赞叹品第六。呢一品係介绍完啦前面嘅地藏菩萨教化嘅对象之后，这个教化嘅对象里面有三品，业缘品第三，业感品第四，同埋地狱名号品第五，讲嘅系惑业苦啊呢三品，因迷惑而造业，因造业而受苦报。咁下面从第六品开始呢，本经为我哋介绍地藏菩萨教化众生这个教学嘅内容同方法。所谓明道生之源，源就係你嘅用乜嘢方法嚟教导众生。咁呢一品里面如来赞叹品，我哋嚟睇下呢个品题。如来系咩意思呢？咁我哋从字面意思嚟睇咧，呢个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喺呢个经上面啊，赞叹地藏菩萨。实际上，如来系一佛嘅名号啊，名号就叫假名啊。道德经上面都讲得好清楚，名可名非常名啊，叫得出嚟嘅唔系真正嘅常名啊，所以叫假名。虽然系假名，但系咧名而招实，即系呢个里面嘅内容啊。我以通过名号得到了解。我哋唔执着呢个名但係要悟入名号讲嘅呢啲境界。如来我哋讲话指法报化三身。法法身，报报身，化呢是应化身。如来都有三身。咩叫报身呢？金刚经里面讲，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个是讲的如来的报，这个法身。法身是咩呢？不来不去。不一不二。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所以法身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本体，是我们的自性，人人都具足的。从这个报身里面，这个有从这个法身里面有报身。报身是什么呢？第一二体为如，正觉为来，叫做如来。
呢个系青年大师嘅啊科注上面同我哋啊解释。第一二题，呢、这个我哋讲话真理正觉就系圆满嘅觉悟啊，呢、这个为之如来啊。下边系讲啊应身啊应化身，成如实道，内成正觉。这个是叫成愿再来。道化一切众生，这叫应化身。所以如来有三身的意思。那赞叹是什么呢？本经是赞叹地藏菩萨。赞就是称赞。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行愿非常值得诸佛如来的称赞。赞下面还加个叹字，尤其表现所谓歌咏赞叹，能够突显这个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咁呢度特别系赞叹咩呢？地藏菩萨嘅威神誓愿，呢个系从果上面赞叹，使到众生明白地藏菩萨嘅慈悲威神，能够供养得福，得到福报。咁呢个系本品经文这个经题这种心意。我们呢下面来看经文。以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八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佛、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赞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这里讲以时世尊，就是讲完地狱名号品之后，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举身放大光明。举身讲是全身，全身都放光这个光明是自性所发出来的光明，令到一切众生能够破迷开悟，能够入无生忍，正入无上的菩提。所以这个光明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光明是代表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人人本有。所以这个光明也是尽虚空变法界，光明变照这个变照八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里讲是整个宇宙
有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有几多啊？恒河有几多沙呢？数不清的。恒河前面还加上八千万亿这么多条恒河。这么多个沙，无量无边的数目。通通啊，佛光都能够照到。所以这种佛光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日月的光明。日月光明没办法之遍照世界。没办法之到达啊宇宙每一个角落啊。我们天文学家里面很多观察到很多其他星球射过来的光明。这些光明啊经过了几万年啊先到达了地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星球离地球有几万光年啊，所以啊光要这么长时间才到。所以这种光不是佛光。我们能够见到的可见光。但佛光呢它是同时照遍整个宇宙。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佛光呢？这就是因为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佛光确确实实是遍照照到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地方没照到。但是我们呢由于自己有业障。心不清净有贪嗔痴这些念头。所以我们的眼睛被蒙上了业障。看不到佛光。那应该怎么呢？我们要忏悔。忏悔我们的业障。所谓忏悔不是叫我们说摆一个大悲忏一个梁王忏参加几多法会咁就叫做忏悔啦。嗰啲係忏悔嘅形式啊。要知道忏悔嘅实质意义系乜嘢。实质就係我哋啊要改过自身。而自己身上有呢啲过错身口意犯嘅过失我哋通通改正过嚟。这个叫做消业障。所以当我们的业障消除了之后我们的心清净了。这个时候佛光真的看到了。佛光是遍照永恒的遍照没有一时间停的。咁经典所在嘅地方好似我哋把呢个地藏经翻开嚟。呢个地方就係佛光铸造嘅地方。所以我哋把呢部经认认真真咁读一遍。呢个时候就係佛光铸造我哋。所以接受佛光我们得到觉悟将来可以证无上菩提。下面除了放光之外还出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的三十二相里面的梵音声相。这个梵音可以唤醒一切迷情众生。大智度论里面讲这个梵音声有五德五种德。第一种呢是甚深如来。这班声音
讲出来好似雷震一样，好深沉，可以震醒啊众生嘅呢个迷惑。第二种德系清澈远闻，闻者悦乐。听见呢个音声啊，听得好清澈，啊，好远好远嘅地方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啊，听到嘅呢个声音嘅人都觉得好欢喜，啊，好快乐。啊，咁我哋问，点解我哋听唔到嘅佛音？同前面一样，呢个系咩咧？自己有业障，啊，六根啊被障住咗，所以我哋嘅原本嘅能力咧冇办法恢复。啊，当我哋啊心清净嘅时候，啊，六根能力恢复啦，真系可以听到。啊，原来佛音啊也是永恒不断，唔单止听见佛音，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嘅呢个声音啊，都能够听得见。咁第三种德咧，系入心境外啊，呢种声音啊，入到呢个众生嘅心里边啊，使到众生欢喜啊，生敬爱心。第四种德咧，叫做剃了义解啊，佛讲嘅真谛真理啊。啊，甚深啊，微妙啊，但系咧，佛讲出嚟咧，使我哋好容易理解。啊，第五种咧系听者欲闻无厌，呢个系听嘅人啊，唔会厌倦。啊，就呢种五种德啊，佛出嘅大音声，普告啊诸佛菩萨一切。诸佛世界一切的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现在的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5分钟，多谢大家。